我还是觉得大家都是一家人嘛。我觉得这个话题有点太 too much， 就是太过了啦，不要再去特别的那么的强调这些事情。我是外星人，我不是人，可以了吗？我觉得这个话题有点太 too much， 就是太过了啦，就是不用再去讨论这些问题了。我还是觉得大家都是一家人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再去特别的那么的强调这些事情，不用去特别。没有必要了，这个世界够乱了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快乐点活着，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是最重要的。我是外星人，我不是人，可以了吗？我不是人，不是人是我。我们俩差不多，戏里面我们俩的 IQ 是一样的，只有我能对他的 IQ。你是高智商的，Yes。这对决。对付一个变态很累了。